的出生年份，搞得好像别人不知道一样。Hello，我吃了顿饭，然后逛了个街，然后我才那个啥的。我知道。Hello，晚上好，谢谢阿光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Hello，谢谢，谢谢。最喜欢的是我送的一个秋天奶茶，谢谢小明桑送的一个秋天奶茶，谢谢小菲菲呀送的一个玫瑰，一个巧克力。我这个线有点短。谢谢小妮子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Hello，晚上好。可爱，怎么就可爱了呢？我干了什么？哎，我怎样才能把你们就是支起来？啥也没干也可爱。谢谢夜雨天琪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我跟你们说，我刚刚去逛街，我买了个饰品，很不灵不灵的饰品。就是这个，给你们看。噔噔噔噔，这是什么玩意儿？我等会戴上你就知道，是女生的东西。我还没有把标签撕掉，但是它很便宜，它只有9块钱。但是，给你们戴上。大家为什么见我都这么的害羞？他就是这样，很不灵不灵。对，他就是一个头饰，就是一个发卡。我要做一个闪亮的闪光女孩。闪闪的闪光女孩，就是这样子的，好看吗？好看吗？闪闪惹人爱，对，闪闪惹人爱。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哎，我要把标签撕掉，这个也很便宜。我要把那个标签撕掉。谢谢玉子烧送的一个暖暖，谢谢。我把标签撕掉，戴上去。好像是这边吧。哎，我没戴好。这个也很闪，哎，你们能 get 到吗？你们能 get 到我带这些东西，就是好看的点在哪？你们知道吗？就是还可以吗？这个戴上去就很那种，怎么说，人间富贵花的感觉，就是很公主的感觉。
就是你们只要看上半身，不要看我下半身，因为我下半身就是穿的格子衬衫什么的，那个很休闲，看上半身，就可能跟下面的衣服不搭，只要看上半身，就是搭一个，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我下面是个礼服，就是下面是个礼服，我这样扎起来。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就是这样子的。怎么样，我眼光好不好？这是我淘到的，这是我今天淘到的，而且很便宜，加起来一共50块钱，就是跟这个很便宜吧，就是。你们不要看我下半身就行，对，很好看，是不是？是不是很好看？一定要逼你们说好看。我的衬衫也很便宜，因为我去逛街了，我唯一收获就是这两样东西。谢谢做领头羊送的秋天的奶茶，谢谢。我打算公演再带他。今天心情好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很会说话吧？啊，我怎样才能把你们立起来？听谁说的？我不是一直都很甜吗？哎，这个好像。我都没有看到，在哪里可以看到？是什么？烦死了吗？那可不烦死了。哦，那我看不到。谢谢白胡子老爹，超级帅，送你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哦，我还有一件事，我今天收到了很多盲盒，我是来拆盲盒的。我拆了，我要拍个照，到时候。我好多盲盒，慢慢拆，是不是很羡慕我有这么多盲盒？他说内含小零件不适合，谢谢无尘剑商送的一个秋天奶茶。他说内含小零件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玩耍，那我不能拆了，对不起了，我拆不了了，因为他说不适合我玩耍，但是我还是想要拆，因为它是迪士尼的，不行，我偏要拆，我是一个叛逆的人，偏要拆，偏不让我拆，我偏要拆。这是什么？猜一下哦，猜一下是什么？我是艾丽尔，好不要脸！哇，我一拆就是自己喜欢的颜色，你们敢不敢相信？我一拆就是自己喜欢的颜色。蓝色，好好看啊！能不能不要打错？这也太好看了吧！谢谢，撒点
好，你要上课的话，你先睡。哇，怎么我你的没认我出来的啊？我的真的我的手很厉害，一猜就是你自在己唱写首歌？的。我是不是能打开它呀？这个怎么打开？关山酒。哦，它可以打开。哇，好厉害，好厉害，第一次见，厉害了。哦，我还把它这个头拿出来。这首歌听着很好听，放纵。这是一个米老鼠的头吗？哎呀，你们喜我欢还以吗？为你们胆子都好很可大，爱呀、啊，好可没有想到都那么紧张。你还你学会看了这唱些，歌，好迷你，也是好迷你这些路也是，牌，哎我呦，第一次和你握手。然后我得把它装回去吧。稿子都没念，我没有给你们念稿子的机会，因为我自己开始 freestyle，好好你也得看，跟着我 freestyle。好好看哦，你们猜不到的，你们是猜不到的。我想知道这个盲盒市场价是多少，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我是不是特别不少女心啊？我一点都不动漫哎，我一点都不二次元，我根本就不了解盲盒。你第一次握手就是和我，所以它的市场价是多怎少，么？我一我都句话不都知让你道。带偏了，草稿都没用。那你可以把你的接草下稿来拿我出们来。拆第二个盲盒，比我的谁头是饰万金贵，户主呢？我头饰50，真的假的？如果是你电视上那个黄段，这么贵的吗？给你打黄段打针算你钱。快给我手上。办又是什么东西？快给我上。对不起，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你才想起来，你要跟我说的都没说。盲盒为什么这么贵啊？我又我想看不见它是什么样子的，凭什么这么贵？呀，你只能说。我觉得要是我看不见的东西，我才不买呢。哦，这一个是那个颜色。不行，我就是要看到它我才要买，我看不到它，我是一个颜值控哎，我是必须要看到它我才买。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哎，我一猜就猜到了自己喜欢的颜色，对，感觉大家讨论这个是这个讲颜完以色，后，土色，真的是怎么说？被一下无情的夺去了是自土色吗？对哦，就是他，而且我那不个认识，其实这是他谁？算是我不认识，这是谁啊？那 staff 呢，都很惭愧，都输给你，想让我你也不认识他是谁。重新排队。可是他真的好可爱呀、他叫什么？他叫松鼠弟弟。他叫松鼠弟弟吗？我给他再装回去，松鼠弟弟，松鼠弟弟，他叫琪琪弟弟，琪琪弟弟吗？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叫吧。下来是第三个。我随便给他们乱起名，真的好吗？这个不太好。这个是什么颜色的呀？看一眼。什么颜色？哦，这个颜色是牛油果绿。这个也好看。但是里面的这个不认识，这是谁？这个不好看。哎，那我猜一首我想歌是知道，就谁是我的
拆盲盒会拆到就是重复的东西吗？就是拆盲盒会拆到就是一样的东西吗？会啊，那是不是，那岂不是很亏啊？哎，我至今为止没有拆到一样的，是不是很幸运啊？是不是代表着我比较幸运？啊？哦，可能因为我好久没有用了。嘿，它就是这个颜色，它是这个颜色，也蛮可爱的。什么叫隐藏款？隐藏款又是什么？这还不够隐藏啊，我都看不见它长什么样，这还不够隐藏吗？怎样才是隐藏款啊？谁能告诉我？下一个我正在拆呢，你们怎么比我还激动呢？那隐藏款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少见的一款，就是数量比较少的一种吗？那我怎么知道隐藏款长什么样？包装盒上应该有介绍吧？没有介绍呀，在哪里？哦，没有介绍呀。数量少，盒子上有写。盒子上有写数量吗？盒子上没有写数量呀，盒子上没有写数量啊。没有，也没有握肤吧，有点夸张。真的没有写数量。这个是什么？我不会拆到一样的吧？哦，吓死我了！因为这个颜色差不多，我就以为我拆到一样的了。你看我拆到的都是什么土色。点名一下，我觉得大家都很紧张，我都不用点名了，你们心里应该有点数。没有哎，什么鸭子，这是跳跳虎，人家明明是跳跳虎，非说人家是鸭子，这样真的好吗？人家是跳跳虎。我没有打过哦。哦，你没有打过？我真没有打过。是这个，我太丑了，我的名字太丑。好黄，你在说谁？你在说我的那个吗？我的盲盒吗？我决定，我觉得下一个一定不是黄色的。对，我在看。你对这个感兴趣吗？对，感兴趣。我一点都不了解盲盒。嗯，那我今天看到很好玩。是吗？我有一种在拆快递的感觉。哇，这个是粉色的，终于有个不一样的颜色了。哎，怎么又是你？你看，怎么又是他？又是跳跳虎，就是又是跳跳虎。哎，可他是甜甜圈哎。能听到吗？给你们打开看，他是甜甜圈。噔噔噔噔，甜甜圈。哦，这不是跳跳虎啊，这是猪。Sorry， 这是猪，我把它认成跳跳虎了。这个猪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好，我拆完了，全部都不一样，我是不是很幸运啊？这是不是代表着我很幸运？哎，它可以叠起来耶。
们看，它可以叠起来，好好看啊，这个。嗯？你怎么知道？让我想想，它的顺序怎么叠比较好呢？我要把最丑的放在下面，然后蓝色放在最上面，蓝色放在最上面，然后最丑的放在最下面。丑的是这个，我也要看，我拍个照，请给我拍个照。哎，我都不敢放它了，我怕。有些东西不看会比较。我怕那个，我怕把它弄倒了。这个应该放哪里比较好呀？它比较具有观赏性，我有点不敢弄它。一个一个放。啊？那就很占地方哟。哎，我突然发现我橱窗里好像可以放一下。放一排好看点吗？那我放一排吧。人家怀疑是聘用的，我们群里面是聘用的，请你给我发表情包。买个盲盒贵，不行，我就要这种直男的白发，我就是不要放一排，我觉得直男的白发比较适合我。然后就发给我，我当时截图了好多存档，然后我也忘了我当时是从哪存档。我再给你们看。看那个什么，哎，我要看什么来？看这个，噔噔噔噔，哎，不，噔噔噔噔，啊不，噔噔噔噔，这是我的。你们天天给我贴这些表情包，费这是我的手。不是啊，我不是在摆拍，我在展示我的手幅。展示得到吗？仙人棒。什么哪里能看？能看到吗？表情包。我这里还多下很多。反光啊，那就没有办法了。谢谢小内子送的三个秋天的奶茶。谢谢。Coco， 你要吃这个吗？我很想吃这个，就是上次咱俩一起买的。对，一起买的。你都没吃。因为我吃了一口，发现太冲了，我没有想到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这么厉害的吗？卡吗？不卡吧。谁那么自恋？加入胖子一员，这个好难撕呀。放在冰箱里，因为我刚吃晚饭。Hello， 晚上好。吃完材料之后就去逛街了，然后就去买了
打算放到半夜，我饿了，当夜宵吃。27号啥 unit？ 只能提示到这了。嗯，我都提示这么明显了，不能再明显了。这还不明显啊，是真的。It's real， 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Really。觉得呢？不然呢？不然呢？不能再提示了，我觉得再提示就没有意思了。真的再提示就没有意思了，我不能再提示了。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有人姓花吗？还是有人叫小花？谁是花妈呀？哦哦哦哦哦，这个意思啊！好家伙，我以为有人姓花，有人叫花妈，打扰了。那你是什么？你不是花妈，那你是什么？你是妈。我不是瓜哎，那你说的瓜爸不知道是谁耶。我真的很久没有冲浪了，我最近特别忙，没有冲浪，很久没有冲浪，真的很久没有冲浪。教我，就像上次的缩写吗？还要上课。上次教我的缩写吗？我真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好，晚安。谢谢摸鱼的小姐姐送的一个权杖，谢谢。上课上什么课呀？你都多大了，怎么还上课？我刚想说，为什么还要上课？为什么还要上课呢？
真学。这年纪、啊。哎，我没说年纪啊，我没说年纪，我都没提到年纪，我都没说什么。我真的，我哭笑不得那么好。我只是说怎么还要上课。青春油腻。而已。心里有点数，还是可以。你都多大了？没有提到年纪啊。我怎么搞笑呢？真的没有提到年纪，没有，我没有内涵别人，是不是？我一般都阴阳怪气别人，我从不内涵别人。对，我从不内涵别人，我一般都阴阳怪气别人。我的腰围说出来，可能你们会惊吓到。因为有人会发现跟自己的头围是一样的，就是或者是跟自己的，我被辣到了，就是大家吃了那一口，你看吧，我就说吧，我吃一个我就已经被辣到了，他有的没有那么辣，你知道我第一次吃，我吃一个我就被辣到了，气死我了。你们真的要让我说出来吗？我的腰围，如果说出来跟你们头围一样大的话，那就不要怪我，或者甚至可能还没有你们头围大呢。我要54。你看吧，我就说吧。54，我只能这么说了。我就说不要让我说出来我的腰围。是你们硬逼我说的呀。是你们硬逼我说的。我本来不想伤害你们的。我腰真的很细，你们好过分，超级细。你们的开心建立在我的痛苦面具之上，就是很细，太过分。嗯，那也不能给你们看。喜欢歌是什么歌？我猜不出来，太难了。我知道《暗影》734。那个只录一点点，看不到什么的，只是想让你们看一下，看我54厘米的腰。就是看一下下而已。不行，不能被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爸爸知道了一定超级生气，我就回家就要挨批评了。我们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差不多。你们不要老提，就不会那啥，就不会，我就不会挨批评。
怎么跟你们没有关系呢？这不是最近很火的那部剧的歌吗？部剧不好意思说出来，就是不可言说，不可言说。不是不是这部剧。但是它真的很好吃，你吃一个你就停不下来。所以虽然很痛苦，但是还是，但还是会想吃。我已经上头了，现在头痛。不是不是，怎么一天到晚没有啊？就这首歌的主题曲啊，你们都不上网冲浪了。你们先说，是你们先说我不上网冲浪的，我现在很上网冲浪。我非常冲浪。多说多错，这又是什么？小妖的金色城堡。这又是什么？这边可以电卧，可以让那个帮你们电卧的人带吃。不是，算了，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对，是这个。是这个，终于有人说对了呀！大家不上网的吗？这很难以启齿。我也不感兴趣啊，为什么搞得我好像感兴趣一样？我也不感兴趣。我最近在看综艺多一点，最近在看综艺。他们说司藤穿旗袍长得像我，我像像吗？我觉得我没看这部剧。就身边的人说的吧，就我没看这部剧，你们看了吗？司藤，但好像很火的样子，就是。没看呀，我感觉我对电视剧不感兴趣，我只看综艺，我就喜欢放松心情的那种。教教主，我不是辣妹，难道你们是辣妹？我也不看小说。因为没有什么小说看吧，
有什么小说好看吗？又甜又辣，感觉是一道黑暗料理。感觉我真的看那个什么综艺多一点。这首歌是谁点的？这个 ID 是一个鲸鱼，是一个哦，我想起来了，我喜欢看，我最近看的都是相亲类型的综艺。为什么？请问为什么我喜欢看相亲综艺？我比较关心别人的恋情，好搞笑啊，好搞笑。不是，我要说一下，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是《相约星期六》。你们知道《相约星期六》是什么吗？就是上海台的，上海台的也是相亲的那种节目，就是男女嘉宾牵手的那种节目。对，然后我之后《非诚勿扰》不是很火嘛，我又开始看《非诚勿扰》。然后最近不是怦然再心动嘛，就芒果 TV 的《怦然再心动》，我又在看。我怎么老看这种相亲节目？我好像很关心别人的感情。什么？我老看相亲节目。相亲节目？哦，心动的信号我也看过，哦、我结我也看过。啊？是什么？我们结婚了。哦，那个我没看过。非常完美，好像没看过吧？爱情保卫战不是？老奶奶，看来你经常听。这是你的 iPad。 啊，我有一种吃瓜吃到自己的感觉。太搞笑了吧。咋还是，哎呦，你平常没事拿音频来练歌吗？他怎么还是伴奏啊？下一首歌。没错，它就是伴奏，因为我平常经常练歌，练的就是夜蝶。太野了，太野了。经常一个人在那里分饰两角，又是姐姐又是妹妹。那你想当姐姐还是想当妹妹？都想。那你的确，你自己一个人就没有，是那会儿要干嘛来着？哦，我要用 PV 的背景音乐，别听了，用 PV 的背景音乐，然后我就搜了这个，就是没有歌词的这个。嗯，是真的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不相信啊？真的，我当时挑那个 PV 的背景音乐 PV 的背景音乐挑的。挑了很多歌，就是说他那个是最搞笑，他是全剧的笑点，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太适合。其实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谐星，就是我很想当一个谐星，很想当一个谐星，但是我现在不是。我不是，
我不是，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那为什么你们看到我不像呢？你们看到我只想逃避，是为什么？千手观音，结语者。哦，我差点说关不掉。关不掉，好，你要去跳关不掉。不是，我要去跳结语者。对，结语者。我的歌单怎么了？这是匆匆在放歌。我的歌单不是这样的，我的歌单很符合我的年纪。不能有一种功能叫搜索歌名，我又要说气死了，气死我了。我上周不是跳那个乌贼舞，居然弹幕都在说这是我第一次换 unit， 气死我了。那前面一次结语者是喂狗吃了吗？前面一次是怎么了呢？前面一次结语者是怎么了呢？是我是没有出现过吗？我很早之前就换过一次结语者，结果你们都以为那个上周那个什么打枪那个无罪无我才是我第一次换 unit。 对啊，我刚来 S 队的时候就跳过，但是没有人记得，说明还是桑威尔让你们记得的更久一点。我给你充，没事，这正好有个充。啊，那你充。我知道每次都是我，所以你们好像对这个有谚语。哎，我都不会说话了。不要这样，公演。你们是觉得每次都是我没有新鲜感是吗？可以，我可以下次再也不跳酒吧。跳别的 unit 也是可以，其实我这周还是想跳无罪无我的，但是抢不到。就是原位的人都在，就是你就不能换，所以我就还是酒吧。我也想跳别的 unit 呀，会有的啦。这首歌前面非常的后面突然少了。这周有两场公演，你们这群假粉，我一场不换一场换。希望新公演赶紧上吧，因为我的裤子太大了，我的衣服不太合身，我的裤子，我有一次裤子跳着跳着掉了，你们敢相信吗？我裤子跳着跳着掉了。我也很期待。还好，还好我的胯卡住了它，不然就是演出事故了，不然就真的。关键是我还特别敬业，我想现在这个时间点还不能下去，就是还不能下台，
我得跳完那个间奏我才能下台，因为间奏的时候就是另一批人会上来，他们上来的时候我下去，这样就看不出来。然后我还坚持跳完，我一边胆战心惊的求着他不要掉不要掉，等我跳完再掉。然后我一边就是很努力的在那跳，就是很就是动作也不太敢做，然后在那跳，然后再想快点快点，然后就是那个啥没有，我下次，对啊，要是掉了咋办？那就没有办法，掉了也没有办法。不，我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第一个时间就冲下去，因为掉了真的很那啥，那就完蛋了。其实我不知道无罪无我的硬币是到底要接住还是不接住啊，我不太懂。可是接的话，它后面的那个音效，就是硬币掉落的音效，就不能对上了呀。我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吧，他既然设计了那个硬币掉落的音效的话，就应该是掉落比较好吧，就抛上去然后直接掉地上。不然他设计那个音效干嘛呀？难道不是吗？我播到10:30吧。我啥时候乱？我要让甜甜教我乱。我想要一个 beat。 我到现在还对庆功酒我已经不记得了，庆功酒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到就想个办法。为什么 SQ 常常称霸，就是叫你怕我狂轰滥炸。然后是什么？能向上绝不向下。人家是金和银的，毫不在意。你什么？你一个词都没对。运动会，我想报开车，但是名额满了，因为可能买不起那么多辆车吧。那我就自己买一辆。玩具车，谢谢塔卡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我报了什么？为什么这么想知道我报了什么？我报的可太普通了，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普通又刺激的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普通又刺激的项目。你觉得可能是拔河吗？拔河的话，我就是晾衣。干也不是晾衣杆，我是晾在晾衣杆上的衣服。
报的是铁饼，就是转几圈然后唰甩过去。有啊，你们不知道吗？抱了个铁饼，但是我觉得很容易甩到大家。没错，我就是想甩到你们，就是想甩到你们，就是想甩到你们。对，随机抽取幸运观众，扔铁饼。好，我不开玩笑了，没有这个项目。事实上，没有这个项目，所以我报的项目是冰壶，那个搓搓搓搓搓搓搓，那个就是拿着那个扫把还是拖把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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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在冰上搓搓搓搓搓搓搓的那个东西。哦，然后我还要穿着那个溜冰鞋搓搓搓搓搓搓搓，期待吧。请期待一下。除了这个，其实我最想报的是举重。什么？你要报举重？就是我没有在开玩笑，就是没有，还有甜甜，嗯，咱俩掰过手腕吗？没有啊。你掰手腕厉害吗？厉害厉害，我不信，我超厉害，我怎么不信呢？我真的超厉害，男生都掰不过我的那种，菌菇都掰不过我，然后赵天阳也掰不过我。啊？你们忘记那次 MC 了吗？就是掰手腕那次 MC。对，我也在啊，但我们俩都好像没有掰过。对，下次可以掰一下，下次可以 battle 一下。我跟小蛋糕赵天阳掰是在北八的后台掰过。我们两个现在这么虚弱，适合掰手腕。刚刚说到举重，本来想报举重的，但是就是觉得怕太厉害了，吓到大家，就我怕一脱衣服。那个猛男背心露出来就是吓到大家，所以我决定还是别报举重了。所以我后来打算报一个花样跳水吧。对，我后来打算报一个比较唯美一点的跳水，花样跳水。顺便大家还能看一下泳装单，附送泳装单，哦不对，附送水镯，说错了。这是我的主题曲，我的主题曲来了。
听着这个主题曲，我想报的项目是铁人三项。铁人三项。我想报铁人三项，给大家展示一下姐为什么是女王，就是告诉大家一下姐为什么是女王，因为姐是个铁人，因为姐就是头铁。嗯，这么快就承认了吗？你很幽默嘛？那我是铁人。自信放光芒。其他地方也很铁，没有说瞎话呀，我是一个很有运动精神的人，但是我虽然没有运动细胞，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运动精神的人，就是很有运动精神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幻想还是可以的。想象一下自己可以举重，那就不关我的事啊，是主办方不设立这些项目的事情啊。要怪就怪主办方啊，就是我也是想报的，大家也是想看的，但是主办方不设立这些项目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对，就是还有四分钟我要关直播了。举铁人举铁魂，不是干饭人干饭魂吗？这个谢谢领头羊送的三个秋天的奶茶。觉得离我去拔牙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我有点瑟瑟发抖。下一首是什么歌？不是明天，我还要上公演呢，怎么可能明天？明天拔了三天后要上公演，岂不完蛋？哎。请大家记住我拔牙的日子，29号，为我的智齿健行跟默哀有一个仪式感，为我祈祷，求求了，默哀三分钟，那倒也不必，默哀一天吧。一天还是要有的，因为毕竟他待了很久，就陪伴了我很多年，就是陪伴了我还蛮多年的。每个日夜，在我睡不着的时候，他也在；在我难过痛苦的时候。
也是他一直陪伴着我。哦，我听过这首。在我开心愉悦的时候，他也一直都在。如今我要拔他了，快点拔吧，快点拔掉他吧。烦死了。谢谢，生活中需要一点甜送的一个秋天奶茶。绝情吗？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绝情呀。当然拔一颗呀，谁一天拔两颗呀？这个真的是个狠人吧，我不会留着他的。为什么要留着他啊？好奇怪哦。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留着他的话，就是你留着它的话会感染到自己，就是自身跟自身之间也是具有就是传染性的，就是你拔完的智齿你不能碰它，就是哪怕是自己的智齿你也不能去摸它碰它，因为很脏。除了很脏以外，它还就是会产生就是反正就是有那种传染性，就是自身跟自身之间也是有传染性的。嗯，就是它是一些血液上的东西，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我还是懂一点医学常识的好吗？我又不是什么傻白甜。我只有白比较符合吧。没有啊，这是常识呀，这是医学常识。好，我要拜拜了，我要拜拜了，拜拜了，真的要拜拜了，拜拜，我要去卸妆睡觉，拜拜，我先去卸妆，拜拜。卸妆顺利是什么呀？卸妆还能不顺利吗？卸妆不顺利是怎么了呢？是变丑了吗？哦，卸完妆发现自己哇好丑。这就是卸妆不顺利是吗？拜拜，晚安。晚安，谢谢小妮子送的一个秋天奶茶。